大家好，我是温蒂姐。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生命灵数它是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自带的一组特殊且专属的数字，它就是你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这组数字呢，能够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的天生的优势，你内心的性格，以及你隐藏在心中的害怕，导致你的外显的行为，甚至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全部的人生选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到九的数字当中，它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你会看到这些人如果有一这个数字，或者是有九这个数字的时候，他的人格特质以及他的个性相处。一我们也代表的是一个创始，所以它代表的是人的自信，以及他能够承担和面对的勇气。二呢，这个数字我们代表的叫做一个和平的数字，我们也叫它叫做平衡数。所以二号的这个数字会代表他很愿意通过沟通共好，以及让大家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去达到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三呢，我们也叫它叫做创意数。所以有三这个数字的人，你会发现你在他身边永远充满的乐趣。这个乐趣的意思是因为他对很多的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接受弹性，同时间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是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方法，甚至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处理，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重点。四呢，我们也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个执行的意思。所以有四这个数字的人，你可以发现就在他身边或者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你会特别觉得他靠谱，也觉得心特别的安。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制定规矩以及 SOP， 甚至把目标定清楚，符合社会期待这件事情，都是他们天生的专长。五这个数字呢，我们也叫它叫做自由数，也叫做艺术数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天生对于说服别人是一种信手拈来的能力。当他们今天想要分享一个他们的理念，甚至是他要说服你去一个他想去的地方时，你会发现当他在跟你分享事情的不论是逻辑，甚至他分析那个地方到底有多好玩，你都会觉得哇，他好了解我，就是一开口你就觉得说你就跟着他走了。六呢，我们叫他一个奉献的数字。所以有六这个数字的人，其实直觉性你会觉得他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愿意先给你爱的人，他相信爱的回应这件事情是先从给开始。所以有六的人，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会让你非常有家的感觉。七这个数字我们也叫做幸运数哦，也有点像我们在国外常常大家会听到的 Lucky Seven。七这个数字确实它代表着是一个直觉力，所以七这个数字常常会让人家觉得他常常有一种你不晓得为什么他就会突然间想到某一个灵感，或者是他会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讲了一句什么，所以他就会有异于常人的判断。那八这个数字呢，基本上也叫做因果数。所以有八这个数字的人，他特别在意的是我是否有付出，因为当我有付出的时候，基本上我才敢来去期待我可能可以有的成果，以及我想要的目标梦想。九，我们叫它叫做大爱数。在这个大爱数的底下，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或者是结合大家的力量，让资源是能够达到平衡的，希望透过平衡这件事情，让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公平且让大家快乐的一个正向回馈。讲完了一到九这个数字，大家这心中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是，哈，难道每一个人就只有一到九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分析吗？其实不是的，生命灵数的一到九这件事情，它综合起来，它就会有你的自己的生命灵数九宫格。所以在接下来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到你自己的专属生命灵数九宫格。步骤一，请大家写下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举例来说，如果你是1979年10月2号出生的人，请大家帮我把第一个数字加总到最后。那如果你得出的例如是29这个数字，麻烦你2要再加9，但2加9会等于是11，所以麻烦你1再加1就会等于2，所以算出来的你的生命灵数就是2号人。步骤2，
请你先画出一个生命灵数九宫格，把1979年10月2日出生的人这些数字都先在生命灵数九宫格当中圈上一次，加总数的29先在2和9再给他一个圈圈，2加9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得到的是11，所以麻烦在一的部分再给他两个圈圈，最后算出来你是生命灵数2号人的时候，你要在2再多给他一个圈圈数。第四个步骤，我们要来看你的星座对应数，所以星座对应数的数字你也要再多给他的一个圈圈。如果你是牡羊座和摩羯座的人，你的对应数是1；如果你是金牛座和水瓶座，你的对应数字是2；如果你是双子座或双鱼座，你的对应数字是3；如果你是巨蟹座，你的对应数字是4；如果你是狮子座，你的对应数字就会是5；如果你是处女座，你的对应数字就会是6；如果你是天秤座，你的对应数字是7；如果你是天蝎座，你的对应数字会是8；如果你是射手座，你的对应数字就会是9。如果刚刚的步骤你都已经完成了，请大家拿起你的笔，如果你有1、2、3的连线，这也代表了你对于艺术的接受能力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有4、5、6连线的人，恭喜你，你是一个自带主支线的人哦。如果你有7、8、9连线的人，你对于贵人运以及你的金钱掌握的能力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讲完直的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横向之连线。如果你有1、4、7连线的人，恭喜你，你是一个执行能力非常非常外显且让人家佩服的人。如果你有2、5、8连线，就代表基本上你是一个从心出发的人，所以你很多的决定是先问自己，我的心能够接受这个答案吗？如果你是3、6、9连线的人，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正在做艺术之相关的，恭喜你，你一定是一个大放异彩的人，因为3、6、9也是一个艺术连线的意思。好，我们讲完了直的和横的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生命灵数九宫格当中的菱形数代表。菱形数代表的第一条线呢，基本上叫是4、2连线，它所代表的是你永远是一个可以找到更优化处理方式的人格特质。然后如果你是有4、8连线的人，恭喜你，我觉得全世界最勤劳的人就是你了。你即使是在休假的时间，你都会让自己有非常非常丰富且我觉得很满的一种行程上的安排。但是外人来看可能会觉得说，你不累吗？不就是休假？可是至于你来说，这样子的一个休假才是更对得待你自己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紧接着我们来到菱形的下半部了。如果你是有6、2连线的人，你基本上是一个在关系相处当中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和平线。你希望大家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个快乐，因为你觉得忧伤难过的事情应该要靠自己去面对，当在跟朋友分享时，还是希望能够提供正向且消化过的情绪。最后我们生命灵数最后一条线叫做6、8线，6、8的这条连线呢，其实我们叫做诚恳线。诚恳线的意思是，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条线，或是你周围的人有这条线，你一定要跟他当朋友，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期待的事情是，他希望能够跟你在沟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全盘真实的情况能够让他知道，他会做他的能力、他的知识跟他的资源，帮你去做到最好最好的安排。九宫格菱形线分享完之后呢，我们最后的两条是一个叉叉线。讲叉叉线的时候大家比较紧张，因为3、5、7连线代表的是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缘线。这个好人缘的意思是，你在进到一个新的团体，甚至是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去发现了你的需要，同时间会非常热情的欢迎你，希望你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融入在这个环境当中。另外最后一条，我们的159连线，159连线我觉得它叫做最强的执着线。执着这件事情没有不好，执着这件事情只要你选对了以及在对的时间，它会让你更加的大放异彩，因为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以上就是我们生命灵数连线的12条线的组合，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通过这12条连线的组合，你不论是在情感的相处、职场关系以
及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为什么你会有一些大家觉得不一样的个性选择，或者是面对事情的态度。有的时候你会说的是，这就是我的个性。在接下来一系列的 V 生命灵数当中，我们会更进一步的让你去了解这些为什么是你的个性，以及你在相处的人当中，如果他有这些连线但你没有的时候，你如何跟他一起相处。再来的是，你如何去找到有这些连线或数字的人，能够成为你力上加力，还有如虎添翼的一个好的工作选择，或是情感上面的一个好伴侣。大家要记得收好自己的生命灵数九宫格，这样子在接下来的系列主题当中，你就更加能够了解你自己。